我们傅园会跟知友会哦，其实过去长期能够成功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来自各界各产业各族群的代表呢，能够来一起团结起来支持我们认定的候选人。过去蔡英文这样成功了，陈水扁这样成功了，2024我希望赖清德这样成功。那我们先请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第一位代表，也就是商界代表跟总统府国策顾问田宜宏先生来说几句话。大家午安，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参加我们这个信赖台湾大陆产品咨询会的筹备会议哈。啊，我可以看到说我们的第一次聚会就非常的成功。啊，我个人觉得这次2024的大选是我们台湾有总统大选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应该也是最。困难的一方面，我们的二零七中国不止在国际上不止跟我们打压，他的飞机他的舰队一直给我们威胁，更可怕的是我们的反对党还一直派他们高层的党工到中国大陆去谈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另外一方面也在恐吓我们台湾的乡亲，如果选民进党就是把我们的小孩推向战争，这是完全是误导大家来恐吓大家。难道有207在我们门口示威要打进来我们不抵抗吗？我想我们不是要战争，我们不缺战，可是我们要准备我们是备战，我们不能受到他们的威胁。所以这一次的大选我们没有选择，我们一定要赢，因为没有其他，如果有其他的选择，我想台湾2300万的人民的前途实在就是非常可怕非常可悲。我们没有选择，我们不但总统要赢，我们的国会也一定要过半，那我们的国家才能够继续在我们的将来的赖清德总统领导之下继续走我们大家要走我们大家人民决定的路。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希望我们大家明年一月都能够在台湾相见，一起相挺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田总。那接下来我想请我们的民进党美西党部主委杨月英女士来为我们说几句话。看叫我女士，把我拢叫好了，好吧？小姐，小姐，我这一次我们总统大选啊，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说，我们这个候选就国民党应该的老侯友宜啦，啊，郭台铭也是不放弃，然后民众党郭启柯文哲。啊，即摆台湾就叫一个梗图就是啊，侯友宜就伫咧讲来来来，是安怎讲来来来？因为问伊啥，伊家己拢讲袂出来嘛，对啊，你讲你讲，你来来来，你讲你讲。啊，郭台铭这个人啊，伊可能是做头家做惯势，伊想讲伊要安怎就安怎，伊叫中国卖怕台湾，中国的袂怕台湾，啊，伊这想法嘛，想过天真啦吼。啊，柯文哲。我别讲伊啊，这个人背骨啦。当初咱民进党安尼把他捧到台北市市长的位置以后，伊是对我们台派、对咱绿营的人是安怎，大家拢晓得。啊，咱赖副总统呢，为顶去年我们民进党选败之后，选上党主席，在党里头的改革，大家拢看会出来。赖清德副总统、赖清德主席是唯一可以把台湾带上更好的路的人，对不对？对。所以这摆呢，咱民进党美西东部我们要举办的海外助选团，我们希望说，林医师说最少三台车啦，
林智是说三台车，我是说最少要三台车，我们听到六台七台，让大家看一下我们海外台湾人对赖副总统的支持，好不好？好。所以呢，我这 QR 会挂在东部的门口，这 QR code 是参加我一般助选团的 LINE 群组，在 LINE 群组里面，大家有什么问题，对于助选团的问题，我们都可以马上就可以跟大家回答。然后，譬如说你还没交钱，我买菜钱给你，你懂？安尼较紧。那还有就是说，我们也会把这些资讯公布在党部的脸书党部的网站，满腔大家就是一起宣传，就是带很多朋友们一起回去为大家助选。我们有总统要助选，我们国会要单独过半，万恩之半不要砍，我们。在副总统席中单独过半，我们就是靠咱家己民进党把我们的国会也是继续的巩固下来。那以后我们民进党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那就是需要大家的支持哈，多谢啊。好，谢谢我们的杨月英女士，不对，sorry，小姐。接下来我想请我们的这个客家后援会代表徐新鸿先生，也是我们前董事长，来说句话。各位同乡大家好，各位同乡大家好。我今天很欢喜哦，我会当看到讲洛大洛杉矶。信赖台湾自由的成立，啊，我嘛足欢喜，就是讲，阮客家话，台湾客家，也是会当参与这个成立的大会。我今年2月份呢，阮伫阮世界台湾客家联合会呢，伫台湾阮有一个聚会，伫圆山饭店，啊，赖副总统也时阵嘛来，啊，阮迄个时阵呢，差不多300多个人参加这个会呢。我就已经决定讲，那赖副总统被提名，啊，我一定要支持赖副总统来做台湾选，赖副总统来竞选这个台湾的这个总统。所以啊，我伫这个赖副总统呢被一提名了以后，我马上伫台湾成立台湾客家，台湾客家信赖台湾自由会。所以我头拄啊。你拢说无可能，伊可能无讲到台湾的这个信赖台湾自由会了吼。这个2024年这个选举呢，他的田总哦，共有的兄，这个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这个选举，一直是安怎伊走，就是讲，咱若看讲现在中美这个贸易战、俄乌战争，又看在3年的这个疫情料以后呢。世界这个局势，超过半壁的光是民主阵营跟共产阵营这两个集团成立，这已经开始成立。大家国家已经开始讲，我现在是要往民主阵营，还是要往共产阵营靠拢？台湾你可以避免吗？所以2024年那选举，那咱选到赖副总统做总统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往民主阵营靠拢嘛，对不吼？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大家人都爱为着咱家己前途，咱看讲一定爱支持这个赖副总统。其实呢，赖副总统我要讲一个，就是讲，咱赖副总统选举，咱毋茫伊选举，先叫伊讲，别毋茫伊讲去对抗哪一个国家。还是对抗某些人民，所以赖副总统做总统的时阵，变成赖总统的时阵，伊无可能带咱让台湾限制这个战争的状况。所以咱家己爱知影讲，到底赖副总统会不会带领我们进入战争？不会，因为这不是咱硬碰的。个结就是讲，赖副我们为什么要选赖副总统？因为我相信赖副总统可以保障台湾人民2300万的人民有自由选择这个生存、生活方式的这个权利。
所以这是咱上重要。所以为了台湾2300万人民有自由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这种基本的这个人权，来应用麦基奇戴副总来做咱的总统。好，坐下，坐下。接下来我想请我们的长辈后援会代表杨家游先生来问说几句话。真正勇敢，今日也看到真多朋友、老朋友、新来的朋友，而且要做一阵来努力打拼。咱即届的责任非常大，因为咱要推出咱的赖清德总统来一定继续为着台湾人来执政，所以咱一定大家在打拼努力。好呀，好！咱的目的，现在咱的上重要的责任，第一，就是讲咱的执政，咱一定继续执政，好多赖清德先生、赖清德副总统来继续完成伊的责任，来继续来领导台湾，来为着台湾的将来打拼，这第一重要的代志。第二。国会，咱绝对着伊过半。国会，立委若过半，咱台湾会当争夺台湾在世界上的力量，台湾在世界上的重要，一定大家肯定，一定完成咱对世界的责任，一定完成咱为着世界来争取和平发展。对待这个恶势力、恶势力的共产党，来给，给伊一定咱伫遮，大家平安隔离，多谢各位，大家拍命，各位好。同时，咱感谢这个陈文哲先生、李伯通先生、林医师。为着咱即届的这个游园会的成立，来努力打拼，咱大家共同团结完成这个责任，好呀好！好，谢各位。好，接下来我想请我们的那个噶玛关的那个后援会代表王汉廷先生来说几句话。2020年选总统的时候，我有在台湾。
后去参加着上尾迄场上大场的做事，哦，迄上尾要赢的时阵，迄做事的时阵，那是恁若无去参加去台湾选举的，还是无去参加去这个啊助选团，我迄年就是甲助选团转去哦，参加迄场上大场的，迄当时也人山人海，各位入去，啊好佳哉，以后要听到台歌。林秘书为为手机上做诶，正是阮伫个迄个上野比较占据位，啊，一手起来啊，坐遐。哦，迄当时正闹热，啊，尤其哦，投票以后选了有够爽，有够爽。但是呢，两年后选市长，哦，拄好是那个可能两年诶，副部长选啊，土土土哦，迄年吼。我嘛伫咧台湾啦，啊我台北，我台北人，台北市选市长，进前游行，我嘛去甲人行，啊唔免惊，对迄个种，不像为对迄个民进党诶总部遐遐去行啊，无啥意义，讲上山都遐去行，迄点就是安尼，规路表演唱歌诶团体，跳舞诶唱歌诶。哦，迄、那个原住民的哦，迄、那个恐吓，敢那原住民结果啊，问者讲无来，你也有啥物注意啊？从南边来就跟你助阵，正闹热。啊，过来就来上尾暗的，属实，你要投票是不是啊？我无去参加，那我是河南足大个，河南太大，河南唔算，因为三点钟，啊，看来本是人山人海啊。讲即落无赢，那可能一定赢的嘛。啊，结果呢？投票了以后，啊，咱即个哦，用靠水靠水啊，拢，你阿中啊，部长啦，代志做遐好，哦，咪因一个好好做代志尔，伊代志，因一个好好做代志，代志做上好，啊，迄个防疫做个遐成功。啊，即个哪有可能哪有输啊？啊，结果算出来讲，迄款样诶，我咧回想讲，我迄日进前咧几工前咧，迄个台北诶迄个地下街去买物件，甲迄头家遐辩论，我想我即个一定是赢诶嘛，我做阿辩，啊，结果咧，变做我做阿辩硬诶，啊，也变成讲啦吼，啊讲啊，啊所以吼，啊。想要讲就是讲，大家咱两摆以前就袂讲想，即阵到今摆讲靠势靠势，靠势靠势，啊，所以今年要出来吼，咱要选的是讲民主啊，甲专制，吼，啊，你要出来嘛吼，有一个靠势一个即个民众党啊，甲即个国民党的吼，即出来南溪，伊出来无无管伊两个，即两个即两党是向选票时，咱台湾的前途就已经。好，所以咱希望大家吼，尽量出来，出钱出来，会当互咱赖清德副总统选择换下明年2024年，甲上届总统会变做总统，大家好，向大家好，谢谢，谢谢大家。请我们的也是一样，局限的侨务代表张佩伦女士来说几句话。大家好，大家好啊！我是柯林，你嘛使叫我陈欢迎，叫阿元哦，叫阿元也可以。好，我今日就欢迎，因为其实有看就是，其实不管是听进来哦，我们的台湾队有派哦。就是最后决定谁出来选总统，看的都是熟悉的脸孔，尤其今天看到我们 Stone 啊，然后我们的那个林荣松医师啊，还有我们的社长哦，林忠社长，还有我们的前辈哦，从纽约啊，从加拿大来的前辈哦，真的很感动，因为其实这个就是台湾的精神哦，不管我们今天现场哦，老中青哦，谢谢特别选了一般我跟小的也有兄弟哦，所以其实我也年过半百了，我已经qualified可以参加那个台湾馆长辈会哈。
那我觉得选举哦，我们最终的目的其实就是要赢。而且这一次台湾队2024年1月13日，我们没有任何输了本钱，因为我们一定会赢，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下一代台湾有更好的未来，然后台湾的主权跟台湾的未来才可以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对不对？所以我特别的希望哦，这一次我们能够运用海外的力量，让台湾哦，除了我们是台侨以外，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力量就是希望更多年轻人，尤其像 Ken 这种会用媒体的哦，尽量宣传，能不能去影响台湾那些有投票权哦，在岛票的那些年轻人，让那些中间选民不来。懒得出门投票啦，或是还在那边犹疑啦，还在看网络的假新闻啦，或者是还以为说什么台湾现在有人拿钱出来啊，什么经济要好啊，然后台湾就真的经济会好，以为说我们今天跟人家合作，人家就会对我们好，不一定哈，我们不要再被骗了哈。尤其是我们现在，我自己上个月才刚刚去联合国纽约开过会回来哦，啊，这次联合国不只是妇女的议题哦，还有乌克兰，还有其他很多国家，包括世界的温室效应，这些都是全球的问题哦。尤其是乌克兰的经验，让我们看到，你相信集权的话，那个就真的是连小孩子都不如哦。当战争发生的时候，连小孩子的生命都没有办法保障了。你觉得台湾，我们这么漂亮的一个宝岛，我们可以交给别人去帮我们做决定吗？绝对不可以哦。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在呼吁各位乡亲，我们利用海外的力量，多多的去影响我们台湾的选民，多多的告诉你的亲朋好友，我们在海外看到的国际局势就是这个样子，千万不要相信跟中国跟任何霸权合作，我们主权一定要在我们台湾人自己家己头家，好不好？大家请努力动算，谢谢。好，谢谢我们 Polly 哦。我想要提醒一下各位哦，可以参加团队，就是哦，那是讲这一刚加营讲完之后吼，花声来拍，哦，啊，是讲拜拜了，花声过来拍，够大声，吼，哎 ，Polly 这里哦。接下来要请一个，大概是我们又是洛杉矶的名嘴哦 ，Encore 再回来一次，请我们一届代表林荣松医师。今天就是后援会有各族群，有不同的 professional， 我们成立跟台湾一样成立后援会。当然，赖清德是一个医生，我们医界的人义不容辞，义不容辞，一点爱台体。所以啊，在牛今天医生差不多有五个，包括现在南加州。那么部队会长侯淑伦，侯淑伦还在这里吗？哦，在这里，好、哦，刚刚当会长，大家都好，都要命之快来了。那今天还有蛮多沈医师，那个李武燕，还蛮多医生的啊、哦。那这医师拢来啊，都、就是听赖清德听个对。刚刚媒体问我说，所有的候选人里面。显然，赖清德跟别的候选人不一样。不过很简单，赖清德就是跟台湾这块土地连在一起。你若问讲，这后选人倒一个最不可能出卖台湾，我想台湾人民99.9%都认为是赖清德。所以选总统。你出卖台湾了吗？你对郭台铭有信心吗？你对那个侯友宜有信心吗？对，啊你对柯P你有信心吗？所以他们变色的，唯一不变的就是安尼罗真真正正。所以孙中山先生嘛是医生。他是中华民国的开国的总统，安大人他唔免我来选一个中一个医生来做总统，要需要安怎你嘛你要搞对不对？ Yeah. 所以我们这一次要选赖清德医生来当我们台湾的总统，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我们医
师哦，都想讲吼，你讲爱选一个医生来做总统，不是讲大医生拢会使，肯定嘛是医生啊，对不对？好，接下来我想请我们这个后援会的青年代表温玉玲女士来跟我们说几句话。见证台湾的进步，那希望讲，我们这届呢，会当带更加侪少年人，不管你海外是伫遮生，还是讲已经伫海外少年人，大家呢会当继续来支持、来传承咱家的成败，来讲希望为着台湾来努力这个精神，多谢。接下来想请我们这个后援会妇女会代表，然后同时是全美台湾同乡会陈桂林会长来说我们几句话。对，他为什么妇女会代表？因为呢，妇女会他有特别亲力，说亲力来代表妇女代表。各位领导先机，信赖台湾后援会，信赖台湾自由会，信赖台湾自由会，咱各位上届前段时间的乡亲、士大、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这后援会啊，是这个自由会吼，总算来定算的时阵吼，拢爱秀出咱大家的精神，咱大家的活力，咱大家的信心。各位你2024大青年动算总统，有信心无？永续，有信心吗？今日来咱这个会馆内底吼，我大家吼，我甲大家报告，我真正有够感动，有够感动的。大家好，我是陈桂林，我即马是全美台湾同乡会会长。今仔日吼，互派讲是叫做代表这个除了代表全美台湾同乡会以外，我阁受到迄个咱的妇女会迄个指示吼，讲我代表妇女会。来给大家共同来给大家地上上大的定义。今日咱的台湾会馆，我就感受到咱大洛杉矶满满的活力，满满的信心。迄个林荣松林医师吼，有讲到咱这个大洛杉矶咱的信赖台湾之友会，我进来就感觉到说，咱大洛杉矶的确名不虚传，它是什么？咱的活动力，咱的组织力，啊，搁咱在座满满这人气吼，实在是一只信心满满。啊，咱明年是不是选票会当满满？一定的吼 ，OK。所以我想吼，那个做三台，咱车绝对无问题啊。迈向第六台吼，应该是，我个人感觉冇无问题啊，恁就对啊吼。用着咱这个洛杉矶这个大的这个活力，这个庞大的咱的精神吼、精力来带领着这个其他咱的海外各地。拄仔因从医师有讲吼，这个海外其实咱大家拢是天台湾，咱无连分彼此，咱大家就是共同兄弟登山，大家各自努力。可是各自努力，信赖台湾是我们的最终信赖台湾，让赖清德总统当选是咱共同的一个目标啊！我相信这个目标一定可以达成。要给大家报告，我是来自 DC， 来自华府。伫个华府，常常阮会拄着一寡智库，或者是华府的即个咱的迄、那、落、個、美国方面的国务院的一些人，其实常常因拢在甲咱问一个问题：台湾的安全问题，台湾的人民敢有这个危机感？台湾人民对着中国这个威胁，咱大家敢有准备？咱大家心内是安怎想？到底咱有要团结？我感觉这回的选举是咱大大来展现，大大来甲大家讲，来甲美国人的朋友讲，来甲咱全世界的朋友讲，台湾人民咱要团结做伙，咱无要受到中国的威胁。这张选票是咱要
一就是讲，咱无要战争，但是咱要用选票，咱要用和平的方式来表示对赖清德的支持，表示咱对台湾的守护的这个力量。所以拜托大家，爱甲大家来宣传讲，这张选票的重要性。拄啊，侪侪失败，拢有讲过。即届2024的选举，确实是真正是生死门。因讲大家的选举，你拢上尾一届啊，上尾一届啊，真正，今届不是，今届真正是生死门。没有，真的，咱大家的选举，台湾就是安尼行过来啊。台湾的民众是咱现在侪侪，是咱在做这么侪失败，努力所得到的。大概的总统选举，只要台湾，台湾若是受到中国威胁的一天，我甲大家报告，每一届的选举，拢是真正咱来当作上尾一届。每一届的总统选举，拢是咱来展现，咱对全世界要展现台湾人守护民主、守护台湾的力量。所以爱甲所以请大家吼。咱等伫即个总宣传，或者是讲咱伫美国，爱甲咱的乡亲来讲，尤其是即马常常也在用即、這个认知作战来背仇美论、以美论。咱伫美国的乡亲，用着咱对美国的认知，咱对美国即个好朋友，甲咱来斗相共，互咱台湾的朋友会当体会，会当知影，会当知影讲全国民众，他们甲大家讲嘛，我讲国民党的候选人，迄有的人讲连迄个国务院的 logo 看都唔知影。连这个中国 China policy 还是这个 China principle 拢搞不清楚，连这连准备都无准备，拄啊，迄个咱的 Stone 们就讲吼，迄个赖清德副总统，逐天拢在准备，是为了这个国家，伊在用心在准备。那些另外的候选人，伊连基本的功课都无在做，连美国到底是对台湾做啥物，伊拢完全唔知影。这款的候选人完全不适任。阿曼来回了解的讲，美国对台湾的关系，美国对台湾的友好，这是一直七十，其实是2018年来七十几年来，拢对台湾这样子友好的经营，这样子啊挺台湾吼，咱这个挺台湾，爱有这个声音，会当了解。而且咱来回，咱的乡亲怎样，票投国民党，跪求共产党，跪求共产党，台湾可下场。我怎样讲？这其他的想法，你其他的这个进动都是连跪求共产党。当台湾人民跪求共产党的时候，台湾的下场应该也爱当选。所以呢，一定要跟大家讲哈，这个票投赖清德，辛苦有所得；票投赖清德，努力有所得；票投赖清德，安全有所得。票投赖清德，和平有所得。挺台湾，支持赖清德，支持赖清德，让挺台湾，挺和平，然后要挺繁荣的力量更加显现。用咱海外力量，关键的海外少数，这是我们的价值。请大家踊跃支持赖清德，来团结一致，支持赖清德，拜托大家，谢谢。谢谢陈会长哦，是哪大钦定的，安尼因你讲的都上大的，这是全美同乡会会长。接下来想要请我们的艺术文化的代表陈文石先生再上来，但是我请他上来之前，我想先讲一下，因为过去台湾常全世界都讲说，看到台湾人都想到政治。哦，看到台湾人想讲，你都搁爱讲台湾，讲台湾的迄个有法度入去迄个国际社会内底无？不过吼，这八年来，台湾人伫全世界软实力愈来愈强。像讲最近 Grammy Award， 哦，都予台湾人设计的迄个专辑会当摕到奖。这台湾人以前无摕到一安尼大奖呢，都表示讲咱即卖台湾的文化跟艺术是全世界顶尖的。所以我们请来的艺术文化代表陈文石先生来为我们说几句话。大家好，我是一个本来细汉就想要做画家，来美国了，看到讲啊，若当
那无民主自由化吼，做会较无市场，阿嘛无观众，阿嘛无人来打包啊，哎，做了做无趣味安尼吼，所以我来就一头栽进去吼，做诶，台湾民主的活动吼，这边阮有，尤其这个Tony吼，Tony阮有征阮一个新义化会的前会长吼，Tony吼，人家有个弟弟吼。啊，伊是上水人吼，啊，伊就几年前就咧讲，哎，因清水吼，清水是咱台湾文化的圣地，哦，所以伊是有家的这个这辈孙啦，啊，伊讲，因清水一定的画家，啊，大家对，尤其对咱台湾的安全，啊，对咱海外美国的情形无了解。啊，所以就讲我来办一个展览，啊，叫伊来，啊来遮互恁乡亲甲恁交流。所以阮这边伫五月初日下早时啊十点半，要到小学中心甲催进两工吼，啊要带办展览，啊台湾有十几个少年的，拢真有成就的艺术家吼，啊因作者真丰富各方面的面向吼。艺术品哦，啊，大家来遐，甲欣赏，甲鼓励，啊，哎，多谢大家。好，谢谢陈董事长。那接下来，我想请我们的那个西北区台湾同乡会哦，因为其实我们台湾同乡会在洛杉矶呢，过去有七个啊。过去因为台湾人很多，啊，有一些越来越大，一些越来越小。啊，咱台北部分都是愈来愈大的迄个同乡会，所以咱请咱的代表来为我们说几句话。各位同乡，各位干事，参加这个台湾会的新年，祝欢喜啊，等于实在老朋友。我拢已经退休啊，啊，即摆比较去选举，也是好处。啊，我即摆代表迄个西北区的同乡会。小声，较大声，拜托。好来。啊，要听无？我即摆感觉就是讲，咱即摆选举是非常的重要啊，我常常去看新闻，啊，伊覆盖即个。台湾的前途的，我最近看一篇，就是一个美国人写，伊讲吼，台湾的前途上危险的，就是国民党，伊是即摆中国希望讲台湾会当投降，所以唔免拍条枪支哦，伊都会当做台湾，啊，所以我希望讲。大家尽量爱等于选举，啊，我较早嘛是当年啊选举拢会等，啊，即摆特别重要啦吼，台湾的前途吼，伫咱的手中啦吼，啊，希望大家较努力啦吼，啊，阮西北区吼是洛杉矶较大的台湾人社团之一啦吼，啊，阮。塞车来，还是要加半千。啊，但是我那有八个人来参加哦。所以我拢是足支持哦，台湾啦吼。啊，所以哦，希望恁大家嘛哦，甲阮共款啊，会入场安尼吼。啊，即摆选举绝对来参加哦。啊，简单讲了，多谢。那最后呢？因为我刚才总干事有跟我提醒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有贵宾来到这里啊。那这是我们双北南湾的代表洪茂泽先生，还是前国大代表，然后前全美台湾同乡会会长，想请他们来这边讲几句话。Yeah.
各位，咱上亲台湾、上亲大清的好朋友，大家好。欢喜今仔日会当伫这个所在，甲咱所有在南加州，也是所有美国在关心台湾，而且认识在朋友三个见面，我感觉这个是一个非常要紧、非常重要的时刻。这个时我来甲大家介绍讲，怎样我会推荐赖清德副总统。怎样赖清德副总统在这个时阵，台湾民主进步党以及台湾侪侪这百姓，定于应于阵，有亲像在遐当遐吵吵闹闹，是安怎？赖清德副总统会当收到咱台湾人的肯定，我想这个。而且咱这个共同发起人也有介绍赖清德的生平，咱知影，伊是对着真善家、真贫苦的家庭来遐诞生出来。到底1995年到1996年，咱台湾被迪拜被民选总统的时阵。咱现在副总统在迄个时阵，伊站出来参加国家代表选举。小弟也无得，我那迄年离开咱洛杉矶，倒转去到台湾，甲清德兄做伙伫南部遐来参选国家代表。我前刘总统伊是台南市，我也是伫桃园县。结果，伊伫台南市高票当选，我伫桃园县最高票当选。所以就遐个，我甲副总统对迄个时阵就开始共同为着台湾的前途。为着要来过渡国民大会三个来努力，为着台湾要予单一选区三个来拍拼，到今仔日已经20几年了后，我伫去年11月，我有特登寄伫台湾，甲我的太太做伙登台湾，伫有一个机会中间。有甲副总统有一个联系，迄个时阵，台湾就已经所有的这百姓、所有的人民，就是寄望伫清德副总统的身上。咱知影清德副总统是安怎，咱台湾百姓会甲伊支持、会甲伊肯定，因为伊完全。接受蔡英文总统四大坚持，咱台湾若无这个四大坚持，咱台湾要来生存落去。所以，伫坚持四大坚持的中间，我咱台湾会当向前行，我咱台湾会当真正得到和平，我咱台湾会当伫世界民主国家的中间。所有的国家来给咱重视，来给咱肯定，所以是不是赖清德是咱台湾非常优秀的总统候选人，对不对？所以为安尼，我一礼拜前才搁对台搁倒转来，伫这一个外月，我伫台湾对南对北。到处咧行走时，我看见台湾人一个愿望，台湾人一个期待，台湾人一个愿望，是愿望。赖清德副总统会当来担任着咱的总统，我想，咱若转到台湾，咱会当看到
不管伫街路，不管伫市场，不管伫任何所在，真济即个愿望个声拢已经出来了。所以，咱要有信心，咱要有即个决心，咱唔通看见讲现在知影这两个人，一个逐天都伫遐咧讲废话。会不会啦？干那好好做代志，啊！你是要做什么代志？哦，你来当做是做台北新北市这个小小这个环境啊，尔，你是要做咱台湾国所有百姓的代志。佮另外一个是逐天伫遐咧讲笑话啦，啊！我若做着总统，中国啊飞机拢摆互伊来，都唔是讲个。啊！伊逐工嘛咧来，啊！你若有材料，你即摆毋着叫伊停起来，无材料嘛，啊！所以遐个咧讲个，真正是废话，真正是无影响个话。咱个清德，咱个副总统，逐日咱个清，逐日咱个清德，所以咱伫2024年个一月。我相信，咱海外虽然是少数，虽然不是会当来完全决定台湾选举的这个结果，总是咱是关键的少数，对不对？对。因为咱的关键的少数，咱的副总统又要来争做咱台湾的总统，那么咱大家三加五咧，三加拍拼。大家斗阵，1月13日伫台湾，用咱新型的一票来，予清德，请坐咱台湾的总统，好不好？